概有三年没有来这边了。你们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们有三年前来看过我演唱会的吗？对吧？今天要带点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来到这边，然后带一些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。好，那个我的 vocal 有一些 effect 这样。